哎，大家好，我是 Linux， 为了来 Armor Core 6的游戏开黄视频。我们上一期呢，我记得应该是这边的斗技场又解锁了一些新的任务，现在是到达了等级应该是 C， 之前说好像是到了就是类似于这个中等难度的样子。 Arena Combat Aptitude Evaluation Program Number 17 Entering Rank C。 这是个坦克 Cannonhead Call Sign Gun 4 Volta， 带了好多的大炮。 Commencing Evaluation。 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又是从那个山对面过来，哇，还有散弹枪。为什么我的攻击就是我的导弹好像啊，它是会闪的，好吧，这为什么会打到我？侥幸其实也不算，好像这个车还是不太，就是还是经验不足吧。这种坦克车好像也是近战它打不到你，而且它是虽然是一个坦克的类型，但是它是这种比较敏捷的坦克车，所以说我的攻击打上去好像也不太容易命中似的。这个还是不太清楚，就感觉上刚才他有追踪的导弹，我一直是侧向的移动，这个导弹会全部命中我，然后他的炮弹也是会，感觉好像有的那个炮弹他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攻击前的一个提示就直接打出来了，不太清楚，毕竟是一个现在等级都打到了 C 级，不太清楚是就是后面的东西会更难，还是说我这个战术选择不对。 Arena Combat Aptitude Evaluation Program Number 16Rank C。 这又是一个带 Subject AC 带那个破盾的嘛。 Call sign V8 Pater。 这一个非弹跳类型的 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还是太轻型的机甲，现在是不禁打。还是不清楚，这个攻击应该是攻击力超高，但是什么时候，就是除了敌人出硬直的时候可以去上去打，还有没有其他的时间可以打，不太清楚。刚才也算是打的比较保守吧。我目前的我这个，就这种配一些追踪性能的导弹，然后一个枪一个剑的组合，我还是蛮喜欢的。他说什么检验开始的那个配音没有被打断，为什么这个字幕是断了的？这是个小的。我天哪，我已经回避了，为什么会回避到它上面去？怎么回事？啊！这是。这我不回避反倒是不会命中。我天哪！我怎么感觉我往哪儿跑就，他就瞄哪儿啊？这个不会是这个人是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模拟？这是一个，他是一个 hacker， 就是怎么着？他在作弊。这是打到了，就是我不能着急。这个感觉目前这个游戏还是好像是鼓励你去输出，不要太就是太想着怎么就是敌人攻击去回避，就是你要想着揍着敌人还不了手，感觉可能更好，倒是反倒是更好打。就刚才这个信号不好是一个什么情况？还有俩，Arena Combat Aptitude Evaluation Program Number 14, Rank C。这个武器我有点不太敢近身，这是什么 ？Subject AC Circus Call Sign Chatty Stick Commencing Evaluation。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Come on, 我这个按键了没有按住。怎么回事？为什么动不了了？
么呀？这个就无脑，我刚才就是无脑的直接冲上去拿剑砍。这个平衡性我有点不太能理解。我猜可能就是它这个这是都是这种小巧型的坦克车，所以你就直接冲上去就能给它打出硬直。如果是那种比较大型的怪，我猜可能这种就感觉上有点像黑暗中辉中，就是可能是普通的怪，它不带，就是你攻击它，它出硬直，然后就是那种超大的怪，你拿武器砍着它没效果，它打到你，估计你就像我这么打就吃亏了。反正是这些怪好像都是这种比较，虽然是一个坦克车的一个机型，但是它太小了，感觉上你冲过去拿这个剑一打，它就基本上就能出硬直。当然也不太肯定，这个东西基本上经验还是比较少的。目前给我感觉就是不要太想太多，就上去玩命砍，就跟别人血拼，甚至是感觉到反倒是更打得又快，而且还越胜率还高。Commencing evaluation. 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这个就不行了，它是一个特别，我天哪！人呢？我怎么动不了了？就这种小巧的东西，感觉就是你冲上去，好吧，就等于是我如果这个样子的话，然后摁住了没有用，还是我刚才那个状况不行。Congratulations. We hope that RA All Mind. 这个每次打完斗一场好像都是相同的对话。测试一下。就是可以。就是我没有必要停下来，我直接就是冲。冲到敌人跟前的时候直接这样。这个剑它主要是它的就是 AOE 范围太大了，我只要冲到敌人大概跟前的位置直接抡。像刚才这种斗一场感觉就是 PVP 双方不能加血，然后我感觉我们的血量都是比较合理的那种，如果是打 BOSS 的话估计可能不能这么打，至少目前感觉上这个斗技场就是拼血好像更好用一些。但是这个装甲可以弄一下，当然我也是基本上老忘，而且摁好像现在还不太熟练。这是一个是 L3 加三角， L3 你要摁的话相当于是我经常说我是怕摁错，像摁成那个突刺就感觉会有点可怕。这个东西有点贵了。我目前是什么武器？感觉什么的武器都有，但是每个武器加3%伤害感觉也可以。大概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可以减一点伤害或者是加点血。
可以使一个这个。他写的是增加使用次数。3300秒，没有写使用次数是几，它是原来是一，它现在给加成了3吗？还是就是只是你升一级就加一点？这个我们之后看一看。然后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是它写的是选择任务？所以这个 HC 又是代表的是什么？写的是选择任务，这没有，怎么选择呢？这个呢？我之前的想法就好像这是一个剧情分支的一个选择。This request comes from the Rubicon Liberation Front. Let's see what it says. Raven, we have a mission we'd like to offer you.PCA has deployed the Cataphract, a special forces weapon specialized for ground combat. If we allow the corporations to seize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things will take a dire turn. We want you to deny them the opportunity. Destroy the weapon first. The Cataphract is a moving fortress equipped with almost impenetrable armor.It incorporates a bipedal MT as its core, making it a highly versatile threat. That MT core is also its vulnerability. Focus your fire there, and it can be beaten. You're our best chance. What do you say? He wrote the name of the Cataphract Cataphract, which is...这个词我记得最早我是在《帝国二》里边学到的这个单词，也是非常有意思。它叫铁甲骑兵，它刚才那个简报里写的好像就是中间有一个人形的机器人，然后外边好像就是类似于是套了个马甲一样。弱点是那个中间的人形，我甚至在想，就是可能你是不是要就直接冲过去去肉搏它。但这两个东西说实话我不太清楚它什么选择任务，我以为是可能跟剧情有关，还是我猜可能是你在做这个任务的途中有选择还是什么，或者说这具体的一个东西我目前好像游戏也没给你提示，我估计就先不管了。这两个任务的话这个比较便宜，估计就是比较短小的那种，先把这个做了，那两个选择任务先留着。 Long time no see, tourist.Got a job for you. The PCA's show of force has finally started to affect my own business. The spineless coyotes jumped at the chance to become their lackeys. Now they're feeling ambitious and sniffing around RAD territory again.I'd say this calls for fireworks.And I've got something that'll blow them away. The coyotes can be ungrateful, though. They're bound to come running to stop the launch.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Intercept them and defend the missiles. We'll make sure the coyotes and the PCA get a chance to see RAD's famous fireworks. 这是个防守任务？大型飞弹之中的主飞弹，根据副飞弹，我可能把这个武器要换了，换一个分裂飞弹。这个好像是追踪的，射程好像怎么看射程来的？这么换，有效射程1400，这个是750，这个是2500。那这个好像是太初期了，应该是攻击力差好多。然后武器的话，这个好像射程不好。剑可能就算了，可能拿这么一个玩意儿。哎，不对，还有什么别的感觉？这个提升多重，好像我现在飞弹是没有多重锁定，飞弹锁定这是132，应该好像是最好的。发动机看不太懂，感觉就是它这个能容量越高是越好。推进器也是看不太懂，感觉参数太多了。这个好像是最快的那个推进器，我能换一个这个。但如果推进速度快的话，相当于是我来回移动应该会更好，但可能不能这么看，好像是要看，应该是这个 AB 的推进力吧。这个好像是最高的，可能这个，但它，我猜这个是它的最高速度又快，但是它的平均速度从341到315，然后 AB 是9000、8700，感觉好像也差的不是特多的那种，这个只有7500，这是个 Mew， 这是个什么东西？重型机械。不太明白这个重型机械怎么就是重型了，它反倒推进力还低了。我觉得还是先拿这个就是平均速度高的吧，然后看一看。It's almost time, Raven. Let's head over. Hopefully the dozers won't be too dosed up on coral to make an appearance.这是We started without you, tourist. 这是我的要防的那个地儿吗？ We did arrive on schedule. I suppose they're on either watch. 怎么锁定呢？你在打什么啊？这是哪来的？Confirmed. First enemy wave destroyed. We're all set, Chief. Commencing missile launch sequence. Oh yeah, you haven't met. Chatty's our systems admin.Doesn't talk much, but he knows his stuff. Anyway, no time for pleasantries. 这么长时间。We've got coyotes to deal with. Never thought they'd end up palling around with the PCA. Smart, but not for long. Here comes the second wave. Keep the fireworks safe. They're coming from the front left side.
Intercept Raven. That's what I like to see, Taurus. I almost pity the poor fools.这好像非常经典的这种，就是 AI 没做好，就是敌人已经死了，他对着这个残骸还要再多打上几秒。这个没有打到啊。有吗？Missile launch sequence at 50%. Chatty's almost ready. Don't fail us now, tourist. We got more toy box mechs. Don't let any through.有锁定吗？这个锁定有时候就，这个锁定真的就是我需要，我知道它是能看出来，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明显。我的 left 要坏了。left 在哪儿？我别打了，他在打我。天哦，这个是 left， 我好像看反了。这个飞弹其实还不是特别好，应该带那种多重的飞弹，像那边有一些。
这个任务我再做一遍，我不太清楚，如果你就是飞弹全部守护成功，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额外奖励之类的。Chatty Stick, RAD. Thanks for helping with the fireworks show. The chief loved working with you, so don't be a stranger. That's all I had to say. Later.看一下，好像这个最大锁定数三，但是好像比较重，比较重。这个好像超重。这个这么看，这个是不是效果好一点？射程1500，这储一支飞弹感觉就好像不太容易打，倒是，而且射程也不远。这个射程只有500，这个倒是挺高，但这个是。如果我只拿这么一个呢？就是我拿一个这个，然后这边呢，我换一个，这个相当于是稍微的速度快一点，应该是快的吧？锁定时间只要0.3，换一个这个，武器感觉没有什么。其实感觉剑也可以，因为感觉上好多有些时候敌人也是在就是需要肉搏的。哦，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电浆飞弹，那这个射程差好多，这是往上打的，这是直着打的。反正我现在钱多了，可以就是稍微留着一些当备用。重玩这个，扫描有什么用吗？就之前扫了什么玩意儿？我怎么觉得一上来就扫描，还是我觉得就。这是哪儿来的？ Confirmed. First enemy wave destroyed. We're all set, Chief. Commencing missile launch sequence. Oh yeah, you haven't met. 原来是这个是左边。Doesn't talk much, but he knows his stuff. Anyway, no time for pleasantries.
We've got coyotes to deal with. Never thought they'd end up palling around with the PCA. Smart, but not for long. Here comes the second wave. Keep the fireworks safe. They're coming from the front left side. Intercept for you.就开始提供虚假情报，这个敌人都已经死掉了。Look at all those coyotes. Don't let them slip past you.我们就被卡住了。还有人吗？这种重型的导弹真的是就是至少防御起来还是蛮够用的。这边还在飞行。怎么回事？我这个导弹为什么没有锁定？火箭，天哪，这左边的又怎么了，这边又怎么了？
不是有三发吗？没有任何的好处，就是多给了点钱，好吧，稍微有一点小小的相当是不满吧，不过就这样子了。然后这两个分支这个好贵，这个不贵，这个玩意儿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好像是最贵的。这是谁的任务？这是解放战线的。Raven, we have a mission we'd like to offer you.PCA has deployed the Cataphract, a special forces weapon specialized for ground combat. This is a personal request from a friend. We still don't have enough data to pin down where the coral is gathering in the ice field.Friend sources, we could find some clues here. Xylem, a city floating on the ocean built by the Rubicon Research Institute. Ever since the fires, that place has been abandoned. It's likely hiding secrets about the coral, kept shrouded by the city's ECM fog. My friend's already tried sending in a survey drone.Only to lose it in the interference.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I want you to disable the ECM fog generators so that we can resume the survey. Right now, the corporations are preoccupied with the PCA. We can be the first ones to identify where the coral is converging.可以，感觉这个任务也挺重要的。这两个任务就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了。我觉得就先做这个，这个可能稍微便宜点。这是要干嘛来的？ 621, we've also got a corporate job. Check the briefing.Attention, Gun 13 Raven. This military operation is approved by Balaam HQ. 我不想跳过的能加速吗？ Liberation Front took action regarding the Archibus-controlled wall. But ultimately, both parties were suppressed by the Planetary Closure Administration. Their loss is our gain. There won't be a better opportunity for Balaam to steal the show.We want you to enter the combat zone and eliminate the enforcement squads deployed by the PCA. Be aware that their forces include a new type of craft, the HC. 看一下。剑。然后导弹的话。这个十连发说的话太多了。可能原来的这个组合可能更好一些。Seems Balaam can't let go of their failure to climb the wall. That's fine. We'll make it work for us.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这么多怪。Commence mission. 什么声音？Eliminate all PCA forces occupying the wall. 这下面是什么？下面不让走，但是为什么要有那个跳跃的装置？ Code 15, Solo AC. An independent merc moving to terminate. SG, and are heavily armed. Be careful, Ring. 哎，这个没有。They've got the number 621. It'd be reckless to rush in. 我天哪！我。Code 31A, sustaining damage. Requesting backup. Code 78. They're piggybacking on SG's Melius link. 我知道，我这个锁定又没有。There, I've made sure they can't call home for help. 枪呢，现在是你蓄力的连射，感觉上现在敌人血量变高了，所以说感觉连射可能。比原来的用处要大了，但是我忘记了这个连射硬值好大，看到我在天上打这个，结果自己动不了。哎，我要去那个地方，这个地儿是什么？我没白来，怎么回事？什么东西？人手作画。这不是用人手，还用什么手？坐着的老爷爷在哪里？是屏幕右上角那个没有脸的那个人吗？这都能打。Target for termination sighted. Engaging. LCs, they're equipped for heavy fire. 怎么回事？刚才我为什么这个机体突然反正不会走路了呀？这人是满血的，我不想打你。不好，很难受。我没血了，你死了。还剩一个应该就好打了，那个人呢？这是用的是什么东西？一个干扰飞弹啊，就是会把我所有的飞弹无效化。就等于是我要等他放完这个再开我的飞弹是吗？这个人为什么能在天上一直这么飘着？这个不太合理吧？我都给他打出大印值了，他不重重的摔下来，四脚朝天。我觉得所有这种机体如果能一直那么干的话，我觉得那肯定是非常的耍流氓的。这个东西刚才是被打坏了，我天，好多的这个游戏中好多掩体就是跟纸一样，我是根本不清楚哪个是掩体，这个看着应该不是掩体。
那这个那个大的东西就不是掩体，就有点不太合理了。这个是掩体吗？这也不是掩体，这是一个气球。那这个是掩体，就不太明白。这个是掩体，这是什么原理？给我个解释。这没东西。我好像升级了这个开门速度，我天哪！这不要锁定了，我的天，我这回不开锁定。还是要开，刚才就是锁定，直接是把我卡的这个，就是锁到我不想锁的目标，但是我又短时间切换不出来。为什么？他好像就说是什么很厉害的机体，但结果金打一点也不厉害。离近点，还有人吗？后边Code 23 attending C. That AC must be our independent Merc. Moving to terminate. 不我我天，我也会。这个就有点蠢，为什么我在他就是近身肉搏，我会往天上飞？好吧。Com team, come in. Restore the link with the system ASAP. 还没有。就是我要一命打到这儿。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我觉得我可能在这儿截下吧。这个任务我现在感觉出来应该是比较长的那种，我不太清楚我会打上多久。而且刚才那个敌人的机体，我说实话我不太清楚有多好打。我感觉上他。应该是有很多的那个追踪弹导弹，然后它的战斗场地应该也是非常小，它的防御力血什么的也都是很高，我感觉上应该是一个比较拼技巧的一个战术。我目前好像就是打到那个敌人之前都没有存档点，我也是没法去改我的这个机器的一个配置，
我现在我都不清楚，至少从刚才来打的话，感觉我的武器什么的对他不是特别有效，我不太清楚这个好不好打。总之具体情况可能这期结一下，下期再看，大概这么一个计划。这期就先落这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